这样临时约你出来，无耽误到你的时间吼。绝对无，你主动约我出来，我欢喜都袂赴啊。即马对我来讲，上重要的代志，就是你重新实在我了解我的心意。当然啦，若是你会当较紧介意我，安尼是上好啦。啊，对啊，我拄则看到遐有足侪人遐拍照打卡的，咱两个嘛做伙去打卡好无？ 若是二哥因为看到我甲胡旭安单独出来，就走来问我，安尼我就会当趁机会试探二哥啊。好啊，咱做伙去。嗯，你爱分享动态，然后标注我，顺便让其他的朋友知影咱经过这么久的时间，搁见面啊。当然好啊，行，咱来去。 啊，歹势，等我一下。是什么情形？想说安杰在这时阵，甲胡旭安出去约会，感觉胡旭安真正唔惊我的警告，佫想对安杰打什么冤头去？爸，好了，让你带你去医院上。 准备啊！爸，安静跟胡先生出去，我烦恼安姐安全，我赶快看门，再来拜托你啊！歹势哦，安姐，你今仔日拢无讲啥物话，是毋是有心事？还是讲恁家佫发生啥物代志啊？ 你哪会讲到阮家啊？敢讲你知影阮家还阁有啥物啊袂爆炸的？我爆蛋。恁大嫂设计你的代志，就是火爆蛋啊！我看你敢若心情无啥好，我烦恼你过来为这件代志在郁卒啦。我承认，我即摆确实有心事，啊，毋过这个代志甲你有关系。甲我有关系？ 安姐，我知影，即摆你接受我是较困难，啊，毋过我相信，早晚你会当感受到我的心意。我拢对家己讲，我毋若要保护你一摆，我要做你一世人的英雄。我永远拢无法度接受你，因为我已经知影你的底啊。什么意思？我一直感觉足奇怪，你讲迄暗。 你是良心发现才救我，这条表示你一开始确实是受到阮大嫂的威胁，才会答应倒来害我啊。啊，不过伊到底是摕啥威胁你？而且，迄暗你若真正是救我的英雄，我搁后来是安怎对你充满敌意？这讲袂通啊！所以我就派人私底下调查你啊。你派人调查我？对，我真正查到你有问题，因为你投资失败，欠人一千。 我想，打算应该就是抓到你的账头，才会利用这点来威胁你，配合伊的计划。最后，我毋是嘛无照伊的意思去做，我嘛甲你安全送倒去啊。最后，我甲文耀哥拢向你解释过啊，敢毋是？敢讲你是看我投资失败，就看我无？这话嘛无愿意啊。而且即马我欠的债嘛拢还啊，你可来顾虑啥？敢讲？ 你是想嫌贫爱富的查某囡仔？我当然袂用我安尼就看你无。啊，不过你要安怎解释二哥是安怎对你有敌意啊？除非你甲伊之间有啥物我毋知影秘密。我爱你老实甲我讲，你是安怎说服阮大嫂放我出来？你莫阁想要阮骂我，若无咱两个真正连朋友拢无法度做啊？毋是啊，那讲来讲去，煞变我的问题啊！ 我真正是好心去予你整的，恁大嫂是安怎会安尼对待你？你家己心内敢无一个底？啊，即摆煞来问我是安怎大嫂会放你煞？这你应该去问伊才对啊！敢讲着爱我酒醉，你才肯相信我？不要紧，你若是无愿意讲出真相，我嘛无勉强你。
我会家己去调查好清楚。啊，不过信任是人甲人交往的基础。既然我已经对你失去信任啊，咱两个就无需要再来往。你以后嘛，卖过来找我。那会一盘好好的棋，算甲输去，袂用的。那让安杰离开我，我就真正无救了。安杰，那是我愿意讲出真相，你敢过会给我机会？你愿意讲啊？其实你看到的影片，不是原本的影片，我手机里面这个，才是真实的状况。二哥，二哥马蹄很丢。我哥不知道是怎知影恁大嫂要设计你，伊就走去饭店要求你。伊不知影我本来就拍算要求你啊，结果拢无听我解释，就把我拍，把我挂出去。刷落来就亲像你看到的，甲恁大嫂谈判，被恁大嫂提解药出来，迄拢是伊。所以讲，你问我恁大嫂是安怎会帮你刷的，我根本都唔知影。我不是不愿意讲出事实，是因为我根本都不知影真相。安姐，不管安怎，我本来就无打算要配合恁大嫂，这点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哪能我阿哥是安怎讲救我的人是你？你嘛这样未见晓就接受啊？什么未见晓？是伊把我杀做是英雄的呢？伊到底是安怎要安尼做？为着恁大嫂啊，你家己想啦。你讲恁大嫂滑落去楼梯，发现有心，阮幺哥是毋是用这点说服你，叫你暂时卖追求这件代志？哎呀，我嘛是约的啦。我总是感觉阮幺哥甲恁大嫂之间的关系一定无遐尼单纯。原来迄不是梦，二哥迄暗真正有出现，啊！不过伊是安怎被阮瞒我？你是安怎？你哪在遮？应该是我梦里，你哪在遮啦？你敢是发烧，还是有出现幻觉？二哥，你是在讲啥？我昨昏是有啉较济啦，啊！不过你哪会讲我会发烧，还是出现什么幻觉？你的手哪会受伤啊？哦，啊，就昨暗啊，哎，你嘛知影，我一杯倒酒量，昨昏甲同学食饭，啉伤济，啉伤猛，结果因讲要散摊，歹意思拒绝，就缀因去啊。谁知影我过车路时阵，无注意到车，把车弄着。所以，我过迄暗根本无去啥物同学会，讲家己出车祸嘛是假的。伊甲大嫂讨解药以后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，才会受伤住院啊？伊阁是安怎要替大嫂安排这个代志？你讲你有完整的鸦片对无？对啊。只有鸦片会当证明迄天到底真相是啥，卖当解释我的疑虑。鸦片给我。看起来即摆听牌的阁是我。完整的鸦片无在我身躯边啦。哪安尼伫倒？紧带我去摕。喂，你连朋友都无愿意甲我做啊，我是安怎要听你的？而且我咧想哦，这段影片恁家的人一定足多人想要滴的，应该是出大事了。胡雪安，想要甲别人这样比屁啊？莫怪我二哥，一定想办法阻止你嫁给我啊！恁二哥嘛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啦，为着要让这个影片消息，伊开1000万替我还债务。既然伊都已经提一个踢你的嘴，
你即马阁有迄个面，会摕影片阁讨钱哦？罗安姐啊，你真正足单纯诶，你抓准普通人要生存，为虾尼啊简单哦？阮辛辛苦苦编这么水的剧本，结果咧，你煞一直逼我讲出残酷的真相。我只好用这款方式，给你一个机会教育。以后哦，你好奇心莫遐尼重啊啦，事实的真相哦，你担袂起啦。我真正是看唔着人诶。你想对安姐创啥？真正是有安姐的所在，就有二哥啊！哈，安姐又对咱做啥？你是来警察？吴炫安是救我的英雄的，你哪有可能对我安怎？如果有新的剧本要演哦，一家人的出头嘛，伤过侪啊啦。吴炫安不是你认真过的正人君子，那安尼我甲伊交往，你应该上安心才对啊。是安怎你一天到晚拢咧惊，伊会对我安怎？我只是烦恼你啊。烦恼啊，创啥？我只是甲伊食一顿饭尔，是会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而且我等一下搁要甲伊去踅街，二哥，你是千万唔通倒来哦，若无我甲炫阿会感觉足无自在。吴炫，干啦！我乃感觉安姐怪怪，啊，不过胡炫阿应该袂讲甲迄时阵伊欺骗安姐。所以安姐应该无可能知影真相诶，希望我只是想想者。哦，你真正是翻脸甲翻书同款诶，前一秒才牵到我诶手，后一秒，就甲我去面手呢。你莫伫遐冷笑话啊！我无伫咧二哥诶面头前甲代志压压出来，是因为我有我诶拍算，毋是为着报你。你放心啦，我无需要你保我的平安。只要我把迄个影片垫咧手头哦，等于就有免死金牌啊。唔呐，无人敢甲我动，甚至我有可能靠迄个影片咸鱼翻身呢。我会搁甲伊联络。